大家好，我是用泵。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是母出发麦芬这一次限期的活动，今晚吃 BBQ， 以及还有紫衣大作战高级奇兽篇吼。那先来看一下 BBQ 的活动吧。这一次这个活动啊，每日把右上角我们全部任务解完是可以获得9个锅铲，等于活动期间一个礼拜是可以获得63个锅铲。那看起来啊，它虽然感觉是可以多拿到，不过因为活动的话呢，它是 bingo 的，所以会有重复数字的问题。那如果抽到重复数字的玩家，它是可以获得转换为道具，是可以与其他玩家做互相赠送的哦。好，那这一边我已经先解完9个锅铲了嘛，所以这边按连续烧烤。好，我这边的话重复拿到了一个2了。那来看一下烧烤保冷箱，然后这边有个数字2嘛，然后他这边是说可以透过私聊的方式赠送给其他玩家齁，所以到时候要跟其他玩家来谈一下，有重复的东西可以互相来做交换哦，稍微有点麻烦，我只能这样讲哦。反正你就冲完一个 bingo 的话呢，你是可以获得旁边指定的奖励或者是星钻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 BBQ 的活动，可能官方希望跟玩家们互动吧。但是你放置游戏，不见得真的那么多人爱互动哦，所以类似的活动，希望官方下一次可以三思。紧接着是我们紫衣大作战的高级奇兽篇。那官方在3月12号的时候，已经有新增了更高级的奇兽嘛？我们这边直接简短的来讲一下好了。陀比的话，它对应的就是红光，所以之后有出红光的玩家，假设你红光的整体的威力都已经比陀比高了，那捕食的玩家是可以直接换过去的。然后在之前，如果是有用泡泡或者是拉尔夫的玩家，则是使用载具三型哦。那接着，如果是用洛克的玩家，则会是使用哈士奇哦。那只是额外新增了这个陆行穴的这个新的手段，这个的话是额外加护盾啊。不过目前感觉比较偏向的话，应该是用这个哈士奇为主，因为哈士奇它本身还会有额外的这个趴树伤害哦，就会越叠越高，所以应该是输出应该比较偏向是哈士奇，然后在坦的话呢，特殊的情况下或者是输出可以使用陆行雀，就简易的分析是这样子，其实蛮简单的。认真讲，官方就是要赚财报嘛，是吧？接着我们右上角这边一样来附一下相关的轮次资讯哦。那首先我们这边每一轮解完啊，老样子，活动的旨意呢，一轮是300，然后再来二转的这个自选卡是43张，高级奇兽的这个自选的基点碎片呢是12点哦。就这一次的活动真的是流于形式，我觉得你既然要出这种就是高级奇兽以及还有动感门票的东西，你为何不把二转的卡改成动感门票，然后比例再拉高一点呢？就是好像是希望玩家一次抽太多一样。你二转卡虽然给一给，那你之后也许会出三转啊。我觉得你送动感门票感觉比较符合这一次活动的主题吧，就是希望官方可以好好改改啊。毕竟麦芬其实已经快要两个多月了，那反而其实这些流于形式的活动不稍微就是给一点大方，或者是稍微做点改变，老实说其实看得我觉得有点微妙哦。好，然后再来信物兑换的部分，每一次兑换的话呢，是可以获得高级奇兽自选基点嘛，那它是依序这样子上去的。那先来限时特卖的部分，我这边的话免费的先买嘛，然后再来自选的2跟自选1，我们全部都是换那个麦乐兽吼，一样讲一下原因吼。我们这边的话呢，你自选1的话，它这边的话是1000嘛，那比1500，如果你是拿那个麦乐兽15抽的话，那这样是打66折。那第二个消耗1800，对比15抽麦乐兽的话呢，2250则是打8折吼。所以我这一边的话呢，一律一样老样子，我这边的话呢是直接是换那个宠物抽吼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把它点一点，然后接着我们这边有30抽嘛，就稍微把它抽一下吧。有没有新东西？好，很棒啊，都没有啊。毫无情感的这样子把它弄完吼。好，所以目前的话呢是1257的分数。然后接着我们限时特卖这一边，好啦，我目前的代金券是在2270嘛。哦，这一次的活动这个享客的感觉比较少吼，我这边的话呢就先拉这样各一包好了，然后还有这个小的这个拉一包，之后的话再补吧，再看看状况吧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抽，再来点一下。
刚刚那一只也不是重点啊。啊，算重点啊，算重点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画面怎么一直跳掉？这一次改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有的时候画面会一直这样子跳回去哈。这一只可以升了吗？不可见之有哦，可以升，可以升，可以升，是我在晕哦，有升了，很棒。好，然后再来能量的部分也补一下，1000能量嘛，我们这边快转吧。好，那我们全部的话呢，就是拿到了2100多分哦。那接着信物兑换这一边，我第一个的话呢是选突破石。好，然后在第二层的部分呢，我这边会选动感门票吧。我动感门票应该是要给在那个前面的活动会比较好，真的。然后第三层的话呢，我这边暂时也是选动感门票，缺资源的玩家你可以补别的啦，你可以补中间之类的吼。然后第四层这一边我会选择体铁吼，因为我是刚好缺这个资源。那第五个的话呢，优先是选择中间啦，但这一次活动就看大家要不要拼吼。因为我觉得这一次活动稍微比较普通一点点，虽然它是挂着是高级奇兽的这个相关的集点，但我觉得 CP 值真的没有到特别的高。那以上这是初步的兑换推荐齁，如果真的你是缺这个自选基点的玩家，然后再资源不太够的话，层数2它这边的话呢，兑换我们按照比例的话呢是40:1，第一层跟第三层的话呢是50:1嘛，但是不要换到原材料啦，这个东西真的很亏齁，就整个的话呢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，就这几次的活动真的比较普通，那希望官方可以出一些比较让别人觉得耳目一新的活动齁，不然大家要缺动感门票，你送二转卡，真的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哦。然后反而动感门票塞这个奖励这一边啊，真的是好。然后我们这边最后来把它抽一抽吧，动感门票的部分，35张嘛，感觉35张也不会抽到什么特别好看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它的这个界面真的要改，我很快直接不小心按到，我啥都不知道。好，然后这边再来补吧。我刚刚那个界面不小心多点到一下，然后我就没看到了。然后来看一下奇友会的部分，5个，我抽一抽这样子毫无情感啊！算了，我只能说目前麦芬这样的状况就是变成是小氪玩家了啦。你要说再投入比较多的资源，稍微比较难一点点。你这边16张，我也没办法换出任何一个高级奇兽啊。好啦，那以上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 BBQ 的活动，以及还有这个纸翼大作战的高级奇兽篇齁，就希望官方之后出活动可以好好的大方一点，包含像之前什么新春活动啊，有没有，那些都很棒啊。啊，你这一次这个挂着高级奇兽之名，然后给二转卡，真的微妙。那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啊。那我是蹦蹦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